哎，黑龙，哎，你知道一个正确的等式是如何成立的？就是等于我爱你，你也爱我，这就是一个正确的等式。我才不要做什么甜心宝贝，我要做夺你命的鬼。对，你在干嘛呢？哇，六月你干嘛呢？跟阿姨打电话呢。没有，我错了。你们看现在都几点了？你们猪哥现在还在睡觉。你对象谁呀？你对象是谁？我问你呢，你对象是谁？我对象是谁？大一 vs 大四，大一学长你不要这样，大二学弟你不要这样，大三学弟你觉得我怎么样，大四学弟你不要跑啊。哎，你好妹妹，问你个问题好吗？你知道心与心最近的距离是什么吗？不知道。哎，那我给你示范一下。好啊。微笑再美再甜，不是你的都不特别，真的很讨厌那种装软妹子的女生，用那种很嗲很嗲很嗲的语气说话。你以为你嗲得过我吗？哼。I wanna make up right now. 사랑한다고그대좋아한다고그대추억속에널이제모두남겨둬야하는건지 But I don't know 난아직도널그리워해 baby I miss you baby girl. 채儿，你能用一句话来概括你自己很穷吗？怎么说的？就在上一星期，变形记的剧组他给我打电话了，他说让我下一星期去大城市里体验生活。说实话我真的好想写这份爱你我作为学习，我想和你结婚做炙热的亲吻，我想和你在这儿开始私定终身，想定他前许下了誓言，白头偕老是我一生夙愿，我想和你结婚。不会啊，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看你这么能吃，我这辈子不可能有钱的。所以说因为你们两个都没钱你们知道吧。
多多多多，你那么高，你会打篮球吗？不会啊。我靠，你那么高，连篮球都不会打呀？那你这么矮，你会卖烧饼吗？大河向东。走，爷爷，哥带你去吃好吃的，走。啥问题啊？如果有一个3米的坑，我掉进去了，我怎么出来啊？你可以把你脑子里面的水倒出来，然后你就可以飘起来了。脑子哪来的？你脑子没有水，你跳坑里面干嘛？多多多，你知道吗？你长这么可爱，我都对你有点心动了耶。是我对你没有心动感。哎，我这么优秀、这么帅的男生，你一旦错过了这个村，我就在下个村口。等你哦。这么胖还吃？我胖怎么了？我随便吃都胖，你干嘛？你还背？不是，人家都喜欢瘦瘦的。喜欢普通还是狗？不是你胖，你还不承认？我胖那是因为我对生活产生过敏，导致肥胀。啊，你怎么？你信不信我一般会把你压成标本？信，告诉。